欢迎我们两位品牌挚友来到我们台 C 处的直播间。还是有朋友，你们今天有没有被惊讶到？现在是哇哦，好，点赞数已经破300万了哦。怎么可能？厉害吧，我们兄弟们给力吧！怎么可能？他们都是拿，不是用手点的，都是用筋膜枪在点。那我们今天，对，你们平时有没有使用这个香氛的一个习惯？是有的，就是我觉得把香氛摆在家里的话，是一个蛮疗愈，然后也蛮舒适的，就是一个放松的行为这样。然后因为我平常工作很忙，然后再加上我就还要上课这样，所以平常就是在工作上课之间切换，我觉得平常回到家的时候我觉得很累，然后有时候精神就会有点恍惚，所以就会找一些办法来让自己比较放松。我觉得点香氛蜡烛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好的方式，而且感觉你就是一个会点蜡烛的人。我是，对啊，对。这个呢，它是金石香氛，对吧？它里面呢，其实会有5种不同的金石，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，然后它是代表着5种积极向上的能量。哦，你只要把这个精油附在里面的，这样子给它滴进去，除了原本有的味道之外，你把它滴在金石上面，它会更有味道，更持久。这款是无火香薰，这样，然后这款的话就更方便一点点。然后它就是只要把藤条，就是扩香藤条，就是插进这个扩香瓶里面，然后它味道就会自然散发出来。来接我，回酒吧还是回堂口？酒吧，你都不回来。我又还没说我要回堂口。而且不是有时候有距离比较，反而比较美感，是吧？没有，是吧？我不喜欢距离，是吧？我不喜欢。哎，你不要这边傲娇，你看我，今天准备这个礼物给你，什么礼物？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你闻一下，哦，还行吧？还行。那这个呢？没有想过我会买这个吗？你买了3种哦。我现在出来之后，我比较懂得享受我的生活，好啦，不然我回韩国，好吗？好，有比较开心吗？开心啊，比较开心，开心多了。我在韩国点蜡烛。好，但是我们两个可以闻，没问题。把房间关起来。也可以打开啊。不要。好。啊！不要接受，我觉得我哄的还蛮好的吧？我来蛮好的。对啊。二位啊，可不可以在自己的手机里挑选一张未披露过的拍对方的照片放出来，给我们兄弟们看一下呢？我拿下手机，我好了。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，其实这里好像你是去合宿的时候，对不对？好像不是哦，好像是拍那个啊，不是，是，平行时空。对，我们拍我们都在学校的平行故事，对，然后我们拍了一张变脸自拍，长这样。哈哈，好好，这个呢是我们去合宿的时候，然后隔天早上起来，我发现就是博哥已经先早就起来了，然后我就帮他偷拍一张。他那个头发还很炸的时候，他在滑手机，真的。未来最想和对方做的三件事，一起做的三件事哦。拍片、打篮球、旅游。我是，其实也算是差不多的，就是我觉得如果能够再次一起工作的话，会是非常好的感觉。对。然后旅游的话。我是觉得说，像 K4 出去玩这件事情，我们是去到大自然，蛮享受那个感觉的。然后大家的都蛮
无拘无束，很放心，很安心。嗯，然后最后一个是你刚刚说最后一个是打篮球。打篮球的话，我是没有料到他有这个想法，因为有点不敢邀约他。对，但如果既然你都讲了，有点。那我第三个就是我下次要约他打篮球。哦，那第一个场景来了。是妈妈粉呢，那今天两位呢直播下班在门口遇到了粉丝，对你们大喊博文宝宝点点宝宝辛苦了，妈妈爱你，今天直播间的香氛妈妈都买了，你们会作何反应？三二一，妈妈我也爱你哦，我爱你。买烛光者了没？我用的是烛光者，你也应该拥有。我用的是无主之岛，你也要拥有，你要拥有。一箭穿心。第二个场景，两位呢现在是来内地开见面会，在机场上厕所，有一个男粉大喊博文点点爸爸妈妈爸爸爱你，你们会作何反应？三二一。爸，你买香氛，你买香氛了吗？爸，哎，那个，妈妈说她有买，爸你买了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的支持，我谢谢谢谢支持，所以就我们还是需要一点就是私人的空间，我们现在尿尿，不好意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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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下次见，谢谢，不好意思。第三个场景，见面会上有粉丝对两位大喊啊，博文放开点点，让我来，你们会作何反应？三二一。干嘛？什么烂梗？我的，不要那么凶了。好了，道歉，兄弟，他是我的，不好意思。想睡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只是。脑部缺氧，对。那你看起来就是想睡。没有，需要跟你一起把这个看。好了，那还有10分钟，10分钟我回去。4分钟，小 case。OK。40分钟过后。阿迪，哇，干嘛啊？我在睡觉。我还要剧情配合的深蹲，那我假装。啊，我的东西掉了吗？东西掉了吗？好，在哪里呢？哦，找到了。找到了！哇，你这个东西掉了，对不对？是这个吗？对对对 ，OK 的。哎，好像还有。哎，怎么还有？你口袋的东西。好像还有这张照片。哇，好，还有什么呢？哎，还有很多。还有什么东西吗？怎么还有东西？好像我都醒来了。好像还有绿色的水晶啊，好漂亮啊！我有这个东西。那哦，好，东西都拿完了哈。嗯，那我们走吧。我们回去睡觉吧。好，咔啊咔。二位在平时的相处中有没有向对方撒过娇？其实我平常不太会，没怎么撒娇过。我们没有在撒娇的，就是好啦，求求你嘛，这样。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好啦，求求你嘛。哎呦，求求你嘛，拜托啦。好啦，这样就没了。那我还是不要好了。哎呦，那我帮你按摩好不好？帮你按摩，帮你按摩。舒服吗？可以，再大力一点。
右边大力啊，还是大力一点完蛋了。好，很大力点吗？嗯，好，对吗？可以，大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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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的，好，好，好。那我没招啊，你要自己想办法，放怪我。好。干嘛？生气了？没有。我打不开瓶子，你帮我开一下。骗谁？打不开瓶子？我真的打不开啊！真的打不开？真的。你现在开。帮我开一下。啊，你开不了，我怎么开的？因为有些事情不是用蛮力可以解决。那不然，需要细心。那你叫我开，我就开。你求我，拜托你吗？有诚意一点，诚意。要诚意一点吗？爱你，帮我开。不够诚意，打开，是哪一个诚意？我已经被搞混了，我也搞混了，我在看你怎么理解它。好，嘟嘟嘟嘟嘟，拜托了，帮我拿，把它拿过来啊，它不就开了，哦，不就好棒棒吗？都这样求人的，都这样求人的。想看点点韩博文哥哥，嗯。这个要手牵手吗？容许我叫你一声大哥。好、哦，我想一下要怎么再直接叫我，直接叫我就好。嗯，直接叫会比较好吗？哥哥，你撞到我的膝盖了！哇、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帮你很痛。通通飞，有没有好？有好一点。来吧，三二一，等。黑朵，我代表你的一面，我更不同面子。我是犯规吗？对，其实我也容易。犯规。五。到底谁会赢呢？不要把手都掀掉了。好难，好累，哇！啊，中场休息，中场休息10分钟，啊、不是10秒钟。好，休息一下，我们来第二轮啊！休息一下，我们来第二轮。好，三二一，开始。我觉得我们那个，犯规！这个游戏感觉两个人可以玩半个小时。对，差不多。我们这样子好了，我觉得我们要拉开一点距离，拉一点距离。对，这样子才有躲的机会啊， okay. 不然我们手。可以站近一点啊、哦，要脚尖对脚尖啊、哦，站近一点，现在太远了。脚尖对脚尖，这么近哦，这样站这样会很恐怖。好 ，OK， 那不我们来一个，一二三，我们都一定要推对方，哎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一二三，我输了。我动这游戏这样玩下去不是办法，真的不是，我输好不好？我扛。这只脚借我，哎、应该是对，然后嘞，勾着我，哎、是，好，手抓我，就手，手，哪一只手？两只手，好，我们有 ，OK， 一二三，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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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他们想要当姐姐，你们可不可以做一个姐姐请下单啊？姐姐请下单。我觉得不够有感情。我觉得我们一人一个。好，一人一个。对，剪刀石头布。我先。哇，笑了不常认真叫人家姐姐两个字。姐姐，我们今天有在卖香氛呢，有没有帮我们支持一下？没有。姐姐请下单吧，拜托。太油了。哇，自己都不舒服了。那姐姐们就请你们多多支持我们，然后多多支持 Tasty True， 请下单。谢谢姐姐。姐姐